天呢去到医院报到，让现场筹医服务。而这边无辜受到牵连的电轿车司机的遗孀，在受访时就心痛地说，医院方面已经把他丈夫的遗体拍下来传给他看了。看了之后，他说他不打算公开，想把他丈夫最后的样子。Thank you.